接下来，这就是我们那些栏柜，我们有进口栏柜，有出口的栏柜。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观看一下我们的进口栏柜，进口资料表，进口资料表。你，去看一下哦。假设你想要看进口资料表的内容，有一个方式就是最左边第二个叫资料，最左边这资料点一下。然后，假设你想看进口，你就点进口，它就呈现给你看这个进口的内容，这样可以了解哦。所以晚一点我们再来看这个资料内容。可是我们通常画图的时候不用看内容，只要看栏位名称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要画。什么栏位跟什么栏位的，例如说直条图或折线图，可是在这个地方，资料进来是 column 一、column 二、column 三，这都是不正确的资料，对不对？你根本就不知道 column 一是什么，column 二是什么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很基本的叫资料清理，还有去了解为什么这边进口。的资料，它居然出现一个 column 一、column 二，而不是正确的那个栏位名称。好。